不求这个速度和回合。调短，双方对攻，好短，其实这个是削球手特别讨厌的一个点。那马龙在进攻质量上如果提高的情况下，可以坚持这样的打法。左右的吊击，连续多板左右，继续右边，继续淡定了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还是回到比赛当中来哈。调短，继续中路的一个进攻，反手疲态，毕竟我们说实话，这么一名老将还活跃在赛场上，我们真的也应该到这里要给朱世赫鼓掌。暂时领先，由朱世赫发球。调短，继续，调短，华先生的一个采访视频。调短，抢攻，中路台后边的一个调动都是非常主动的。哎，我紧张的已经不会说话了，状态上会有一定的压力。漂亮，都是非常大。
调短，继续调短，强攻，继续。这球，这球是今天。短，去拿到了赛点，那朱世赫回球出界，这样呢马龙